我把第二个字空出来，第二个字不知道怎么说。但我觉得这里面已经猜出来了。第二个我实在想不出来，我空出来了。哎，猜对了，猴年马月。对啊，你看，猴马月，那年字实在想不出怎么画。好，最后还有一个成语啊，最后还有一个，也不是成语，还有一个四字词，还有一个四字词。还有一个四字词，还有一个四字词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百步穿，这跟百步穿有什么关系？哎，猜对了。猜对了，对，就是盛世美颜，你猜对了，对吧？很好猜这个东西，帅气十足，心尖宝贝儿，心尖宝贝儿不是，心尖宝贝儿是别人的，盛世美颜是自己的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哎！笑死了！你们真的有被吓到吗？我觉得你没有吧？你们是在笑我是不是？没有，其实这个环节，那个他们昨天跟我说了，哎，给我来。哇，其实这个环节他们昨天跟我说来着，然后因为我觉得每次到这个点儿都会，每次到这个点儿就是都会熄灯然后送蛋糕，我觉得这个特别无聊啊。没有，这个滋不到我，好久的一个桃心，你看这上面有个桃心，然后后面是狮子，所以我就想了一个这个创意，不知道你们能接受吗？应该也没有吓到你们吧？哎，没有。好，其实我已经许了很多愿了。然后我昨天晚上，就是刚到八月三号凌晨的时候，我的几个工作人员也跟我一起过了生日。然后今天在剧组也过了生日，但我现在在这儿还是再许一次愿吧。然后，对。好，写完了，就把这个删掉吧。我还是切一刀吧，给你们分一下蛋糕。哇，这个、看着很香啊。这个给你们，这个给你们带走，吃一口。好，我替你们尝一口，我还不知道这个好不好吃呢。